也应受国家奖励噶，一个辅助啦，唔是辅助啦，哦。这个合作事业，中华民国看足重的。啊，即马过来，第十四条，这条大家较熟啦吼。人民有集会跟结社的自由，对不？要做合作社就是集会，啊是结社啊。但是二十三条国社，咱这个自由是啥呢？依向国条的自由管理，哦，除妨碍他人自由啦，即有诶无诶的意外，不得以法令限制之呢？未使用法律来个限制呢？啊，咱拄啊看到迄个第十条，伊讲行政单位、主管单位可以在15天内，哈、哦，核准还是不核准？拜托诶，这是啥物法律啦？啊？阮迄德国吼，讲即款国家吼做啥？香蕉共和国（Banana Republic）， 哦，中南部迄落中南美遐吼，就是安尼啊，灰沙沙啊，所以咧澳洲称呼讲遮拢是香蕉共和国，就是纯粹是香蕉共和国嘛，对吧？哦，我即摆提德国个例出来，互大家参考。这个合作社会，这个合作社会是起初在1889年的时阵就已经创立吧。当然，伊经过有一部真多的修改了吼，但是伊的原始已经是在1889年的时阵。啊，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我翻的，我中文无好。所以那翻了无啥适当哦，恁大家较原谅者。我要甲翻这个的时阵哦，德国合作社迄个协会惊一跳，伊讲你提这个要创啥？因为我感觉讲，人的迄个法律办应该因为有啥物办管嘛吼，啊，所以我比较。拜托讲，你版权会使牛话话，我会使甲你翻译做中文话。伊讲哈，我头一摆听。伊讲想怎头一摆？伊讲阮迄个合作社法是用所谓的中古文，就是敢那一半文言文写的。伊讲到即阵为止，连英国话都唔敢甲翻做英文去。那你找一个迄个台湾来，要甲翻做中文啊？伊甲我看看，伊讲好啦好啦，看到我有迄个博士学位吼，伊讲无你提去试看卖。啊，但是你若翻出来是哦，就爱一本好啊，我无反对，我真是甲翻，翻好了，我送伊一本。因迄个尾啊，我敲电话来甲我订，伊讲因即嘛，因为德国政府。跟迄个阿强个建立关系了后吼，啊，着爱跟阿强个三国时啊，着爱跟他讲一种迄个技术援助啦吼，啊是啥物科学交流啦吼，啊，德国政府又啊派因只合作事业，讲又啊着爱去中国去发展合作事业，啊阿强个忙无路嘛，所以着爱请教因只合作社个迄个总社，讲恁来甲阮指导者。恁的法律是安怎定的吼？啊，恁的迄个组织的构想是安怎？啊，结果迄个合作社的人讲，你免问我，一本摕去看。结果我摕我一本去给阿强来看。走，这边言归正传。这个这个合作社法哦，第十条跟他写讲，哦，章程啦，理事会的成员哦，应该登记伫咧。合作社所在地法院的合作社登记簿来的，哦，这些法院哦，啊，过来合作社登记簿是应该由管理商业登记簿的法院管理，哦，什么人在咧管这个簿啊？啊，你就要去多登记，就写较清清楚楚，啊，过来。
什么十一条之一，会议应该审查合作社临时根据这个规定设立，啊，甲申报。啊，若无的时阵，就不应该接受这个申请，就当然的嘛，对不？你无根据法律要安怎会当申请迄落登记？第二个，法院应该按照这个合作社法的这个合作社人事啊，甲这个财务情况，特别是合作社的这个资产的状况，若有威胁到社员，也是讲借款人的利益的时阵，应该拒绝人申请设立，啊，这当然的嘛，对吧？所以，伊敢若是。写讲，你着爱去法院去登记。啊，法院是啥物情形之下，你才会使拒绝登记？啊，若无咧，拢着爱互登记啊，对毋？我这你即摆比较台湾中华民国即个，大概着看会出来。结果是讲，你着爱去法院，因为法院有法官，遐法官才有法度通判断。讲你这个合作社是不是有根据合作社法，有修这个合作社法？哦，啊那有，安尼我唔叫互你定义，互你成立。啊，台湾是变做走去行政单位去，啊，欢迎呢，欢迎那种呀，翘脚练水球，无代志做，啊，干那咧判阿扁啊尔，哦，所以大家安尼比较落去就会看得出来，什么叫做民主？下面有做自由，在这个所在，咱用变去，咱的民主，咱的自由，拢用变。啊，因讲到底拢依法办理啊，法律上规定这样子啊，所以我就这样子啊。啊，咱若唔捌的时阵，唔知影的时阵，讲叫变去啊，对唔？是讲哎，对有影啊，顶下就别做写乌字写安尼啊。啊，但是伊这写本身就是违法嘛，对唔？欸，我现在讲到这个，那个秘书长无介绍唔对，其实我是读农业的啊，我唔是读法律的，所以我读农的，我常来讲，讲你那个，农产运销，哦，运销，大家常来讲农产运销有问题啊，对吧？哎，问题就是啥？就是我个形容做讲，敢那水伫流，水若咧流的时阵，啊，你个下一挂石头，啊是个放一挂障碍物，啊，迄水就流到安尼歪过去抓嘛，哦，啊安尼即个运销就不会畅通嘛。但是中华民国唔是哦，中华民国更加严重。中华民国的法律就是甲你规定讲，水就爱对下骹流去顶头。水往上流，有无？吼、哦！啊，那所有对顶头流来下骹的水，拢犯法。安尼啊，所以台湾无是非，台湾的社会，什么对，什么唔对，就直接变个啊！吼、哦！所以，即摆法律讲一大堆。即个法律较袂安怎讲，较无一定引起人诶注意啊吼。即摆咱来讲，第三看，搁较古早有诶行政诶实务，实务是啥？啊，我想讲，卖讲伤侪迄个实务诶代志，吼、哦。咱甲人讲一寡理念，讲实务。有牵涉到的就是人、代志，啊个钱嘛。你要办行政，会去拄着人，爱拄着代志，啊就爱用钱。啊，讲人的时阵，行政拄着人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客户嘛，对不？你服务老百姓，啊老百姓就是你的客户嘛。啊，所以行政单位。对你的客户是不是就爱好咧啊？
哦，爱较谦卑嘞，这才是正确，所以大家会记住。啊，变啊，创造一个真特殊的嘞，即马还阁有啊，还阁续延落去啊。咱大家每日，咱咧办迄个身份证的时阵，拢有享受着啊。伊咧做市长的时阵，伊敢毋是叫户籍卡讲着爱，袂使做即个管道啊？你的迄个柜台就要下降，对无？啊，若老百姓来要办，是毋是就要奉茶，摕一杯水互啉？这是你的老板啊，你的顾客啊，对。啊，结果有啊，即个好的现象，好的哩，台北市做出来，大家看看讲，哎，即个好，啊，大家拢要学，所以即马全省拢共款啊，对。高山咱若要去办好。户口停本的时阵哦，那不是拄到一个小姐的恰逢时，对吧？啊，就是老先生在遐咧开讲，吼、哦，啊，敢那不要理不理的咧问，你为什么？我办户口，啊，你有囡仔无？啊，无囡仔，我等于的，我即马提囡仔来，我咧什么？我办户口，啊，你无身份证，哎，我等于。所以来走三摆五摆，啊，即摆呢，办户口成本3分钟就出来，干是？所以这真好的现象，对吧？所以行政单位应该就爱对伊的服务的民众好嘞，吼、哦、啊，勤快，啊，这是应该，对。啊，咱民众享受着这个。财务的时阵，那么讲讲，我出这个税金有价值啦，吼、哦，企业人对我遐尼好嘞，啊，办代志效率遐尼紧，这真好现象嘛。啊，过来讲到这个行政事务的这个代志，这个行政的事务。所牵涉到的事业、迄个事项，这拢就是爱法律规定啊，清清楚楚。你行政单位就爱办啥，甲你写啊清清楚楚，安尼行政单位才会袂乱去。袂法律袂使写讲行政单位是主管单位，啊，主管单位伊敢若管就好啊，拢免办啊，对吧？所以即款问题。我头一摆拄着讲，甲台湾无共款的经验。我大学诶，迄阵，敢若博士费也未摕到一万，啊，才结婚无偌久，踮德国申请一间，或者国民住宅。德国个国民住宅甲咱台湾无共款，啊，是讲甲中华民国无共款。这个国民主体是跟他会用去租的，未使买。啊，这个国民主体呢，是政府提堆出来，啊是讲规定讲倒一块地爱起国民主体，啊再佫拨一笔基金出来，予迄个投资的人会使跟他讲低利贷款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这个投资的人摕到这笔资金是利息足低，所以伊就爱相对爱答应讲，伊将来起出来厝，迄个厝租袂使超过一个法定的范围，就是讲厝租就爱真低。啊，这款厝专门伫咧予遐收入较低的人。登记，啊，迄阵还袂摕到博士费，还佫咧大学咧研究的时阵，收入还佫足少的，所以伊申请着。啊，结果住落去了后，计敢是4年个款，4年了后，忽然接到一张通知，厝头家公司来，讲厝租起价，啊，一摆起，计是60%啦。
那个惊一下嘛吼。本来想讲，我住到这小的厝，会敢要大？即摆起六十八升起来，当然是哦，大家食袂起啊。啊，阮迄个社区拢总有147户，我会记得差不多147户。啊，大家哀叫啊，啊哀叫要安怎处理？先抗议，哦，啊就先写一张批，好个，迄个厝头家公司，讲啊，你这起价阮袂当接受。啊，但是要用什么理由？唔知影。啊，迄阵只大家在研究，啊，有人就推荐讲，那有迄款迄落做，迄落厝卡的，跟他协会，迄个专门咧共租厝的人，伊家己就用咧租一个迄个协会就对。啊，只迄个协会才会请律师。啊，这律师在做顾问，哦，还是讲退租厝的人在咧拍官司，所以大家就少会讲啊，无咱来参加迄个协会，啊，就立协会，立迄个协会会员费用，啊，了，啊，排班，一两礼拜了后，排到阮的这个顾问的时间，啊，就你记，迄个律师看到。阮三四个人，啊，但是伊看到我较少年，遐村里拢德国啊，拢较老淡薄。伊讲你是毋是还佫咧学生？我讲是啊。啊，恁是学生的时阵哦。伊讲伊嘛是波昂大学的什么学生的法律顾问呐、啊，哦。伊讲恁若去大学的法律顾问室，我就毋免去参加迄个俱乐部，毋免去入迄个。回回就对了。我讲，我今日既然来啊，你就给我问几点啊问题。啊，我迄阵就准备好势，讲要问伊，讲这起价会使还袂使，啊是安怎规定的？啊，我迄问题摕互伊看，伊看看来讲，啊，你这问题哦，简单啊，你了5块去找书店的。去买多一本册，伊讲德国的这个国民住宅，干那两条法律尔啦，啊有一个单行本，两条法律，伊讲你去买，啊买家己看看，啊你就会晓，你比我较敖啊，哎，伊煞歪甲回答啦，干那安尼讲安尼，我叫伊讲好啊，无你一本册哦，写我，我才来买，我才去买。啊，迄阵真是，我伊要甲我起价，我迄阵无啥物钱呢，我叫摕遐尼济去算袂好，所以拼死哦，一礼拜时间内，我迄本册甲读完，啊，内底安尼乌红唇、乌唇、绿唇安尼拢画甲一大堆，哦，我毋捌读到迄落法律安尼，毋是干那读一摆哦，毋知读几摆啦吼。大家安尼家己有一点仔观念嘛？迄阵我开始会用个家遐，我诶厝边诶遐德国啊、刷屏啊，我诶，咱袂使干那写抗议诶批，因为照德国诶法律诶规定，若是即个厝头家公司要起价，伊着爱付一张所谓经济计算诶表出来，就是讲。伊个成本是虾米？啊，即卖增加偌济？啊，即个法律上个规定，所以伊若要起价个时阵，就爱付迄张。啊，结果伊甲阮通知个迄张起价表无，就讲找到一空啊，全程叫写一张批甲讨。讲你即个起价无算数，你嘛无付迄张计算表来个时阵哦，无要甲你接收就对。真是有效呢！迄阵去了后，无偌久，真是有影伊寄来呢。寄来哦，我着什么费用，什么费用，列甲一大堆啦。详细一个看了讲，叫阮列着一条账。DI 迄个利息，因为迄个一百一
百四十几户的迄个社区真大，所以伊的迄个投资额嘛袂少。啊，政府俗利息提供予因的资金，迄阵拢千几万的迄个马克啦吼。啊，这个千几万，这个利息钱，忽然间增加90%利息哦。啊，伊的迄个理由就是讲，法律的规定，那几年了后，哦，这个抵押贷款的利息，然后变动的时阵，这个变动的利息会使全部计算入去。迄、那个租金内底，啊，啊，即爿叫去阮看到即条，但是伊会晓利用即条，无看到下骹阁一条，因为迄个下骹阁一条法律写讲，即、這个起价的部分，着爱符合当地的市价。就讲迄个时阵，阮迄个所在。诶，银行诶抵押贷款诶利息，那阵5%，伊起价袂使讲，伊去共一间银行借一个迄抵押贷款诶10%诶，安尼袂使，超过即个市价诶部分，出头家公司就爱家己吞啊。哦，抓着即点啊，迄阵阮就开始下死命敲电话，问阮迄个所在即个银行，诶，恁即个时阵？抵押贷款的利息偌济？啊，逐间拢甲阮讲啊，就统计起来，哦，差阮迄个厝头家公司借的迄钱，迄利息差足济啊！啊，大家咧奇怪，哎，即款即个建筑公司哪会遐笨蛋？哦，去找一间迄个银行，利息遐尼悬的，伊若要吞落去，啊，踮咧阮迄个砖卡的所在，凊彩问。就比伊较俗，那伊无爱去找迄款，袂使知影。原来已经建筑公司，就是已经伊个借迄间银行的查某公司啦，的查某囝公司就对啦，子女关系啦。哇、哦，这人内线作业，德国人嘛会晓安尼呢？啊，即马去阮掠着这样，我就开始顾社会，顾个抗议啊！你这个袂使。哦，啊，所以内底也有写，什么叫迄、那个处理迄、那个什么网堂的迄款费用，我从来毋捌看到人出来转 DDT 的，伊讲伊有迄个费用，叫伊讲摕校单来互阮看。哦，啊，即摆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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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甲截就对了。哦，因为迄法律写写讲你。什么钱会使算入去利息内底，算入去租金内底，啊，就一条一条甲接，啊，接到尾啊，迄个厝头家公司哦，讲啊，无咱就来开一个座谈会，结果派什么总工程师啦，什么总会计师啦，什么拢总的就对啦，哦，啊，阮这边拢全一寡迄个死老百姓。啊，佫差一个，我一个外国人安尼。啊，因遐咧讲，阮遮哦，我拢算啊足清楚的吼、哦，绝对无订单就对啦。啊，我讲啦，咱要德文要共骂嘛，袂晓的，迄阵还佫袂晓的吼。啊，之后要安怎？我迄本佮摕出来，我、哦、你看啊，遮写条啊，恁个去德国字啊，德文写啊遮清楚啊。啊、你讲你有照什么规定？哦，遮拢无共款啊，对无？啊，因遐大嘴，迄、那个地无路啊，讲袂出来。哦，伊讲啊，无我摕转去研究看卖，即摆摕转去研究。迄阵就开始，真想要要研究啊。隔无偌久来讲，啊无减较少淡薄啦，莫剩遐尼济啦。哦，你迄个租金卖成安怎？迄阵阮发现讲，阮咧赢哦，无要插伊啊，
吼，无要走去。啊，中央佫出一个笑话出来，阮个市长，佫踮咧开记者会啦，因为阮迄个社区真大，啊，阮个砖头是细砖头啊，所以一个真大个社区发生问题个时阵，当然媒体会要来访问伊。啊，阮迄个市长佫臭屁，伊佫甲迄个新闻记者讲，讲啊，人即个即大型公司哦，拢根据法律来的吼，计算绝对无错误的啦，所以即个厝价吼，应该爱互升的啦。伊迄报纸真正安尼甲顶出来呢，哦，我看着面过乌去，我先叫德国朋友讲，你敲电话，找迄个市长室的，讲要甲约时间，咱要去找伊。啊！伊真是好胆，真是要十分嘞！你去尔吼，我迄报纸甲囥喺面顶。我听伊讲你是读法律嘞，啊！你既然读法律，你哪会讲即款话？阮是你的老百姓呢，你应该着爱徛在阮的立场，替阮甲厝头家公司对抗才对。你啥物徛伊的立场来咧压阮呢？吼！我讲你即个啥物意思？啊！伊一无路，要啊起无歹，我要出去的时阵，伊也歪讲啊！伊要更改吼，所以大家看讲啊，即个市长帮忙无可能的代志，所以偏啊某的大家要出来。啊，要出去的时阵，我甲讲，我毋知影你这法律毋知安怎读出来，我当面讲啊，你甲讲，啊，伊嘛皮皮啊，互我骂就对啦吼。阿伯啊，这项代志，甲迄个厝头家公司不袂好势，140几户，迄个厝租袂使升，几啊个日呢？所以累积起来，迄个金额真大，所以因嘛毋放呢，因就想讲因大户啊，啊，阮这小喽啰对无？伊毋放啊，尾后阮才想一个办法，因为迄个法律顶头佫规定啊。伊若要起厝时，根据即个法律的规定，升起来计算出来了后，至少着爱过去哦，市政府的建设科，甲核定就对啦。好，即马我搁提起迄个建设科的，我讲拜托个，恁即个法律定安尼，啊，我也有去问，阮遐的利息是安尼。啊！你哪会用个准因讲即个利息会使甲阮管理阮个厝租个？迄个小顿者，让我看者。因为你是读法律个啊，我毋是。伊看你，伊讲我做即个科长哦，从来毋捌有人来找我个，为着即落代志。哦，连德国人就无啦，无想着讲你即、這个。外国人会来，啊，佫毋是读法律嘞？伊煞无话讲，将偏某个摕一张白纸，哦，迄阵还佫用拍字机，摕一张白纸插喺拍字机顶头，噼里啪啪拍两串字出来，将摕我，渐渐个摕我，写啥呢？伊遐讲某时某日批准的遐。租金的迄个提高，即时不准，还是即时撤销了？哦，我提到一点讲话去。哦，是，有影法律也是规定安尼哦，咱有法度通解无？哦，所以迄阵，我本来是默默无闻。啊！伫尾下边，伫阮迄个社区内底，敢若大家拢八卦吼，都知影因省偌侪钱个呢吼。所以即个就是你讲，即个法律上个即个牵涉啦吼。啊，咱即摆佫讲倒转来讲即个行政个即个事务内底，即代志。我拄仔咧讲个即个例子是讲，法律写较足清楚，
互咱有法度根据即个法律来做一寡代志，吼、哦。但是我即马阁提一个法律，互大家看讲，伊个法律嘛是写较足清楚哦，啊清楚啊吼、哦，恁大家会杀无当。迄、那个，阁落去迄张，金融机构合并法。你个个起个管子，迄、那个食品卫生的迄个确定个只看，食品卫生个送个顶楼去，无过去。金融机构合并法会使冲个管子啦。哦，咱怎个看？即个嘛是一个法律啦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就是因为金融风暴了后。才做出来嘛，迄阵就阿边啊去有乌啊乌啥啥，啊所以一寡金融机构就爱什么合并啦吼、哦，叫银行就爱去吞合作社啦吼、哦，啊有诶银行嘛爱叫嘛吼、哦。OK， 谢谢。啊，这个，迄阵才从这个较正式诶，从这个法律出来，啊结果这个法律是安尼做。你看这个法律是讲，哦，一个主管机构，这是财政部。哎，咱拄啊看遐金融机关、银行，唔是财政部管的呢，对唔？啊，信用合作社是财政部，啊，甲财政部，啊是讲一路县市政府，啊，农会是农委会的，哦，啊，即马金融机关的合并的时阵，说变过财政部。来管 ，OK？ 啊，即卖财政部安怎管？咱要来看这条文哦。那十四条写讲哦，农渔会依第十一条甲第十三条的规定，让与信用部，比如讲农渔会伊的信用部，那么让予人就对了哦，让与的时阵。或者是以信用部，这开始的写不对，以信用部哦，作价投资银行者，哦，农会嘛会使用伊的信用部做伊的资本就对，啊去投资信用诶银行啊，哦，原有之信用部本部或分部，得经主管机关之核准。改为该银行业之分支机构，所以农会的迄个信用部，伊本部还是分部，会使变作银行的这个分支机构。这个看起来啊，佫无甚物危险嘛吼。过来，伊讲前项啊，这一个项目的前项银行业者。申请撤销农渔会信用部改制之分支机构，导致哦，这个组织区域内除邮政储金会业局以外，无其他银行业提供金融服务。组织区域之农渔会。得依农渔会法设立之信用部办理会员金融。哎、欸啊，本来农渔会的信用部，伊让予银行，啊是去投资银行，啊个，迄个所在变无其他的金融机构了，啊农渔会又可以根据农渔会法。过来设立信用部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法律呢？哦，啊，过来，这个更加注意，农渔会依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规定，让与信用部或以信用部作价投资银行者，自其。推广费用不足时，由
农与会中央主管机关依实际需要编列预算支应之。大家看有无？哦，古早大家唔在记诶，我年纪未少啊，所以我知影迄个时阵诶情形。农务会、农渔会啦，吼，农渔会啦，会使设信用部诶时阵，台湾还阁未使设私人银行哦，对无？啊，迄阵是会使设信用部是安怎？因为农务会去甲政府查，讲哎，你叫我做推广，啊，服务农民，指导农民，啊，我无钱啊，要安怎甲指导？无费用嘛，所以你政府是毋是着爱费用我？啊，中华民国上好做即款代志啊，免钱的生意上好做。比如讲，安尼无安尼嘛。让你开信用簿嘛，对，啊，你去赚钱嘛，啊，所以，哎，咱的农委会会使开信用簿，哎，基本这个原因就是，伊本来就是要补贴伊的推广经费，唔只好开信用簿，啊，结果农委会提伊的信用簿，应该爱补贴伊的。推广经费的，摕去投资银行，啊，即摆变无信用部的时阵，所以佫无钱通好来支持伊的推广经费，所以主管机关就佫变预算落去。中华民国毋是党国通国库呢，党库通国库，即摆变农渔会库通国库啊呢，啊？哦，你看，刚才这条法律，我无啥啦。哦，伊会使去投资，啊，会使卖人，啊，卖人了后，家己再过来设，啊，唔就用个恶性循环，对不？现在，地方的遐农委会，伊就敢那一日点咩，点咩卖伊个信用簿，啊，佫设一个新的信用簿，啊，你敢那恁点咩不就趁钱趁啊？咁咪生呢？这是什么法律？哦，所以讲，这个法律嘛定啊足清楚哦。啊，结果清楚啊，大家看了到底，知影讲这唔是法律嘞吼、哦。所以，咱就是生活在这个社会。啊，基本上讲到这个。行政事务里面的事情，以后就是要讲钱啊。你要办行政，一定要需要钱，没有钱办不了事情。啊，这钱行政要办呢，拢是老百姓交的税金钱啊，所以应该就要较节省的，这是基本原则啊。但是咱在台湾，佫常常听到讲，就爱消耗预算，哦，因为年终你要交啊，啊，我存足侪钱，已经消耗掉。我捌听到吼，迄个足夸张呢，伊讲为了消耗预算哦，迄好好的厕所把它打坏，重新盖一个。哦，对吧？所以这款呢，当然将来我看民政府未做的代志，未使做的代志。啊，另外个一个更加夸张呢，讲我说预算达成率，哦，预算达成率，意思就是讲，哦，你预算呐开个完。啊！你表示讲你的行政效率真好，啊，这是咧鼓励人开钱的嘛？对，这敢有符合经济原则？无啊，无，唔是咧省钱的，
诶，一个迄个政策嘛。哦，那有人讲摕迄个预算达成了，啊，恁若愈好开钱诶人，行政效率愈悬，敢对？即、這个逻辑哪会成立？哎呀，但是中华民国就会用诶，对吧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要消耗预算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是，所以我即摆要确定啊，搁刷落去。那即摆来讲，即个第四点讲，领导阶段的行政事务，因为各位将来拢是台湾民政府的即、这个。行政领导人物，啊，恁将来拢会领导一个行政单位，啊，当然，大家会想讲，恁的行政单位会工作了，真舒适，效率真高，所以为着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大家会去拄到一挂问题爱解决。啊！我替大家先想一下，讲，哎，可能会用个提出三个建议，予大家做参考。头一个就是建议大家讲，想办法去设立一个，或者分层负责啊，甲分工合作的一个行政制度，还是行政系统，就是讲，伫咧甲烦的。遐行政单位，着爱因个迄个责任佮工作范围拢划分互清楚，每一个单位拢知影因爱做啥物代志，啊爱做个内容是啥，甚至深入到每一个工作单位。啊，若安尼个时阵，迄、那个工作人员拢知影，讲伊若徛在这个工作岗位的时阵，伊爱做什么代志，爱负什么责任，啊，伊就会自动去完成伊的任务。啊，若有这款制度的时阵，恁各位将来做主管的人，会要监督，就较方便啊。啊，讲到监督，这就是，咱嘛应该讲到这个。制度上的无同，中华民国拢有迄个行政，拢有一个组织化。啊，这个组织化就甲你规定啊，每一个部，伊爱有几司，有啥物单位，拢规定啊足清楚。啊，照我所在，德国无这款的规定，德国伊是首相的制度。所以议会选首相出来，就是首相就爱向议会负责。啊，你只有你若负这个责任，你要安怎完成你这个责任，那是领导的代志。所以法律无事先给你规定讲，你就爱设几部，还是设几处，无安尼，安尼你家己去考虑。啊，我即马提这个实际数字。客，予大家参考。德国即马目前，拢总有14个部，中央政府14个。啊，大家又看卖，中华民国伫咧台湾有偌济？对，37。中央政府共有37部位。哎呦，每一个部，咱部长啊，搁一只车，搁一司机，吼、哦，啊有诶，搁有副部长，敢是？啊是讲搁主任秘书，搁有诶无诶一大堆。你看安尼加了偌济？啊，咱人口则是德国诶1/4尔呢。啊，人4倍诶人口，德国8300几万嘛吼，头4倍。啊，用14部就会使。啊，咱遮就37个，所以以后民政府爱考虑
较即兴诶。啊，即款，搁第二个建议，恁将来，因为着爱利用恁诶即个行政单位训练人才，恁建立一个真有即个效率诶，有一个，甲咱讲法治，咱即卖来讲法治。法治的这个行政制度了后，利用这个制度，也能够训练人才。因为你在这个制度内底，每一个岗位爱做什么代志，拢规划啊真清楚。所以去迄个岗位的人，伊就知影讲，我就爱做什么，唔免去问别人。所以你用去培养出一挂自动自主的。迄、那个员工，因为大家拢知影讲，伊爱做啥物，所以伊自动就去做，唔免你叫伊做啥，伊才去做啥，对吗？所以反过来，那唔是法治的这个制度变人治人治的时阵，哇，迄阵你就头疼，要每项要管，每项要决定的时阵，啊，那无理的时阵，迄、那个规个行政系统拢袂当运作。阿尼袂使啊，对。所以有一个建立一个迄个分层负责啊，甲分工合作，这个行政系统了后，你利用这个系统，伊话用去训练一挂用去自动自主的工作人员，唔免你叫伊做啥，伊才去做啥，即款工作人员。这个因为有需要，因为恁将来的这个行政单位应该不是讲真水，所以因为有一挂临时变动嘛，所以你随时拢得要有准备一挂后备的人才，万一那有啥物临时变动的时阵，你才有法做人利用现有的遐人才去搭遐个空缺的对。啊，最后，我欲去甲大家建议讲，恁将来若做行政单位的领导人，恁另外会去面对一个问题。恁即马有制度、有人，当然嘛需要钱，所以恁若有迄个任务去找钱，啊，无一定大家就爱去找钱啦吼，就是讲就爱变预算。啊，即卖变有选着，前两工啊，哎，张啊，做咧，迄落阿元酒店，你咧讲着即个成本收益的迄、那个，如果看着伊的迄个咧讲的即个内容，所以你即变即个预算。因为咱要编预算的时阵，拢着爱考虑你头壳个后壁面，拢着一定记着个。讲咱要开的钱，拢是咱家己的钱，啊无就是咱的子孙的钱。因为人个讲借钱的时阵，当然着爱用子孙来去还。所以，若是想着讲是要开家己的钱的时阵，安尼咱大家拢会讲我讲着爱。即性，哦，爱开则开，啊不应该开，就即性个。啊，我即马我阁讲一个咧，嘛有迄啰，会晓做官啊，未晓开钱个啊。因为无偌久以前，台湾不出一个食品个问题。啊，害着我若无记毋着，敢若连迄个黑松沙士，煞无人要买着着。我迄阵敢若影响着一挂财团的利益，所以我有立法委员踮咧立法院，就开始伫咧质问啦。啊，迄个时阵有一个
敢若是迄款，有一个迄个卫生署长，安尼即摆着爱请你从迄个卫生食品卫生管理办法来。人伊个接门的时阵，伊讲啊，食品卫生是你这个卫生署管的嘛，主管，啊，这个署长。去找我，还是得对在座的女性。你说是没有错，食品卫生是我卫生署管的，哦，啊，但是我卫生署食品卫生科只有一个科，啊，这个科只有七个科员，啊，我怎么管台湾全省所有的食品？可是不可能嘛，用七个人要安怎管遐尼济代志？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咧，伊敢若会晓做官，对不？啊，袂晓办代志啊。伊若是知影讲啊，这样代志伊爱办，伊无人，是毋是就爱编预算讨人？啊，无钱就爱编预算讨钱，对不？啊，伊拢无错，无做，啊，什么到时出代志的时阵就讲啊，我人无够，所以。管袂起啊！安尼我无代志，安尼敢袂使？哦，对啊。啊，其实呢，伊嘛无了解呢，伊对这个食品卫生管理办法无清楚。其实呢，遐毋是伊个代志，因为这虽然是写讲哦，本法所称主管机关中央是卫生署没有错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呢，那个看的二十四条，哦，直辖市、县市主管机关，应头前啊，阁有一挂啦吼，二十四条头前啊，阁有一挂迄个条文，但是迄伫咧遮没有重要，所以我甲执行起来，然后讲应抽查食品业者之作业卫生及记录了吼。必要时应抽样检验及扣查，查扣记录。抽样检验是遐地方单位，毋是叫伊卫生署去抽，对吧？所以毋是伊个代志嘛，啊，对吧？对吧？我讲伊干呐要做官，啊，结果嘛是袂晓做。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哦，咱怎么看？必要时应抽查，哦，抽检，抽样检验，必要时，做中华民国的行政官的人，那有迄个必要时，大部分都不必要嘛，对吧？什么人假扮行员？呀，去做这个必要的事情，啊，什么叫做必要？咱不是读那个汉文的人，嘛知影，必要就是啥，代志发生啊，代志发生啊，才去抽样，人已经死啊，你这一个才去抽样，咱这是什么食品卫生，那个管理办法。哦，我咧德国去学一个吼，德国的所谓的基本国策啦，因无讲基本国策，因是讲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是国家的责任呢，对不？所以国家就爱维护老百姓的健康，啊，要安怎维护？就爱事先就爱去检查遐食品啊，看你这食品有毒有问题无啊？唔是等下发生我才去，对不？啊？哦，所以咱随便提一条法律出来，就用乌足侪臭空，哦。是哦，啊，即摆一个圆规规上，我这个
向大家建议讲，做一个吼、哦、较正确的这个预算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卖浪费。啊，但是爱开的钱嘛是得爱开啦，吼、哦，袂使学即中华民国个讲啥物福报，吼、哦，行政单位福报预算，啊，再去哦。迄个法务部长咧讲个讲，立法院咧乱删，对无？伊就无标准咧。凊彩好了就编，啊，立法院嘛凊彩好了就甲你删，对无？所以以后咱卖做这款代志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我毋是读法律咧，也毋是读行政个人，啊，伫咧向各位行政官员做我个即个。小小的建议、啊、最后我又拿一个德国例出来给大家勉励，德国为何怎么会这么强？其实德国人没比我们更聪明，我发现没比我们更聪明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，我常常拿那个制度出来描写德国怎么会强。咱甲摕一个工厂来做例，一间工厂内底有工程师，啊有师傅，啊有工人。工人当然也有技工，也有迄落毋是技工的啦吼。啊，工程师咧从啥？工程师咧做设计，所以若要做一台机器。工程师就去绘图去设计，工程师图绘好势了后，就爱交师傅。师傅是第一资深，啊，伊个技术真好，所以伊看到图，伊就知影讲，啊，这张图内底所描写的每一个 part 是爱安怎做。啊，伊是师傅，所以伊下骹的遐工人、技术工人，伊咧管理，伊咧负责的，伊就知影讲啊，无我人，你即个做车床的，吼、哦，即块车床的物件，互你做；你即个做落床的，即块互你做。伊咧分配工作，分落去了后，再技工摕到即个。order 吼、哦，即命令，即任务，伊就去做。啊，每一个人将伊迄块任务做起来后，交师傅，啊，再去甲组装起来。啊，即爿看迄台机器会振动啊，袂振动。迄台机器会振动，安尼就无问题。啊，若袂振动的时阵，要安怎？开始查。搁拆拆起来，一块一块牛，恁有做唔对无？照准有无好无符合无？牛落去，迄技术工人，逐块着做啊准准准，照图来，照准拢准啊，无差。啊，若是安尼个时，做起来，迄台机器袂振动，安尼是你工程师设计唔好，所以。要找责任，要找问题，拢有法度通找。啊，因为德国有这个制度，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时阵哦，苏联啊、法国啊占领德国的时阵，拢要甲北下过去。后尾我是听人讲，因为我常常咧甲伊问，我是1966到德国的。但是迄个时阵的德国已经差不多拢恢复起来，比较讲法国，还是讲英国战胜国，较先进，是安怎来啊呢？叫弄个英国国，啊那会即马20年了，煞比遐较弄的遐国家较先进。原来就是啥，讲因法国人要来个北极去啦，五楼要来个北极去的时阵哦，迄师傅拢足钱个，
伊知影讲迄个机器的上重要的部分伫倒位啊？伊先去甲拔起来，去甲藏起来。啊，苏联人拢扛迄块大块铁哦，扛去因苏联拆咧，结果袂叮当。啊，结果啊，迄个师傅摕到迄粒。伊是在周边遐是粗皮嘛，粗重的物件嘛，凊彩捡捡的倒倒，伊就开始搁运转了。所以乌牛仔车无偌久就出来啊，对无？啊，就畅销全世界，所以伊的经济就搁恢复起来。哦，所以，我推德国人的臭屁股，你即阵搁甲弄那英国国，搁二十年伊搁白啊。因为伊即都制度伫个嘛，伊即个制度全世界无个嘛，啊、哦，所以进步国家有伊个进步个原因啦吼。啊，我讲即、這个，咱了解了后，看起来是一个真简单个道理。啊，其实一个国家要行到迄个程度，会了解讲即款制度才是好个。会建立迄款制度，无容易。啊，无容易是安怎？因为伊咧训练人诶时阵，即、這个足重要。即、這个工程师，伊训练出来工程师，就是会晓设计诶人。啊，咱咧台湾训练出来工程师，咁大家拢会晓设计机器，即、這个就是问题啊。哦。啊，咱冇迄个师傅，对吧？啊，你师傅是承上启下，顶下若袂晓设计机器，你敢若有师傅嘛无路用，对吧？啊，下骹师傅若技术无够，所以上下拢也得连贯，啊，左右嘛得爱连贯，啊，你即个整个的制度才会发挥效力。我今日就讲到这，多谢大家收听。立即，今日，请坐。啊好，啊，请多谢哈。啊，我先甲讲一个，季教授呢？一起来讲，我捌的，啊，我先认识，我讲啊，我都唔捌的咧。伊讲我伫网络有看过你，熟悉你，啊，所以季教授呢，真难点。关于Republic of China 的宪法，甲 German 的这个宪法呢，啊，大不相同。Republic of China 的宪法呢，五个希伯啊，敲石头啊，结果被分享的，做代志拢无。咱的姚教季教授呢，翻墙啊，会嫌开啊，当归归念，有法度伫德国安尼，甲恰恰到安尼，真多谢你哈。我则今日捌你啊，你伫网络看过我，多谢你啊，咱的助理。是啊，好啦好啦，你嘛都当然啦呢，立正，哈哈，吓你，是啊，足甘心啊，足感谢，咱季教授吼，甲咱讲这点外钟的，这个有关咱的分析讲咱中华民国所有的这物件，这法律吼。法令规章拢互相矛盾，伊毋是要甲代志做好，伊是要甲代志做好乱去，啊乱中取利，闹中取利，啊所以就是吼，无一个合理会当根据的，一切都要合理，伊个人会当浑水摸鱼，甲伊共路的人拢当浑水摸鱼，啊咱甲伊无共路的人就足艰苦过日，啊水深火热就是安尼来，吼。所以吼、哦，足感谢季教授、季老师吼、哦，甲咱做这场足精彩的这个演讲。
我安尼认真甲听，啊嘛做记录吼，啊，甲记录起来写写，当变作一篇真好诶文章，吼、哦。我甲季老师你甲写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骨架嘛，你甲写做文章，啊，咱呢，互大家来拜读安尼吼。即内底真济问题，吼、哦。你讲到这个金融这部分，银行吼，融汇信用部遮，吼、哦，许个信用部遮，啊甲这个。合作社、信用合作社这些问题，实在是吼，拢甲每一个人的生活拢有关系，甲咱的经济生活，甲咱一般人民吼，基本的这求生存的，拢足有关系啦。农会信用部唔是每一个人会当贷款的，你想看嘛？伫这个庄卡，那是做田的就知讲。你若是无抵押品，是绝对无法度贷款。啊，你若是无关系贷款嘛，足有限的啦，足有限的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的农业无法度发展，就是讲，农会信用部的钱，并不是大量贷款给农民，是大量贷款给这个非农民啦。增加遐做生意的领导，遐赞助会员，不是这个基本的会员的贷款，是赞助会员贷款占大部分，吼、哦。嘿，一条卡贷款，你讲这个小工啦，小工的共款嘛，小工的补助是对啥？对伊条卡以下遐人，你若是反对国民党诶，甲因无共，甲国农会无共路诶吼，你要小工补助 ？No， 无，我捌去申请过啊，以我诶伫庄卡诶这个名望，我去申请讲啊，无遐呢，明年再阁看嘛，明年阁去，啊，拢分了呢，吼，啊，到尾啊，免啦啦，免去小工补助，管他去死啊，对吧？恁该做咱家己的吼，哎，所以吼，唔是讲你想要去办这个小工补助，你就有小工补助吼，吼，所以吼，这内底吼，拢是足随机啦，喏，足随机，吼，所以咱将来要改吼，真济。咱秘书长讲得真对，将来咱若真正有捐款，这拢无用啊！吼、哦，中华民国这法律拢未用的，吼、哦，咱是甲美国的法律提来用，吼、哦。当然，咱这里嘛是大工程啦，每一个工作人员拢去读英文啦，啊，若无就叫人翻译做中文啦。啊，当然，咱这吼、哦，这是一步一步来啦，吼、哦。伊若是法令规章下咱用的，就来用。所以头先咱讲去基本精神啦。哦，法律无规定，会做哩还袂做哩，就是咱的立法的精神。那你讲美国的宪法是七条，啊，咱百外条，啊，百外条在那袂定袂动，啊，七条就会定会动。迄就是你根据这个宪法的基本精神，甲用对每一个其他的法令规章来看，来解说，吼，迄个。黄信介，信介先是袂当搁再恢复伊的这个吼、哦、立委的这个职务，迄个用基本精神来看就有啊嘛，都看得出来嘛，唔免搁再讲法令无规定，所以吼袂使，啊嘛因人而异，伊若是国民党就会使，啊伊若民进党就是袂使，吼、哦、你若反对我，我当袂使，互你有恢复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这拢是吼、哦、真侪选择性的迄个处分啦、处理啦，吼、哦。我个人咧做财政局长的时阵，嘛拄到这个银诶浪费信用部诶问题啊，真严重。即内底足侪拢吼政商勾结，分赃了了去啊。比如讲中立浪费，早人在中立上早怎倒去嘛？啊是安尼倒去，派系斗争，有人要选理事长，啊选无着诶人。无选到迄部、迄群人、迄、那个派系，拢去甲挤兑，啊，怎倒去啊？啊，倒去新农会接收的时阵，接管的时阵哦，接管的时阵，是要来甲创好呢，是要来创好歹呢。新农会来的时阵，哦，肉数啊，遮足侪资产的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怎啊甲遐资产提袂掉？啊，卖掉的时阵哦，反正因卖掉一定有一挂回扣啦，有诶卖咩吧？结果参薪水都发袂出来，整个浪费薪水都发袂出来，是我县政府一年要编600万去饲因遐人员呢。人事费用是我县政府编预算去甲饲遐人，
人员的，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各位伫这行政工作上吼、哦，一定爱做有主张的。我第一天上班，大家看我迄本做我台务，迄个头先起来就知道。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，第一天就任迄天哦，八点入去到办公室，金融科的科长就上台讲啊，局长，啊我第一遍互听叫做局长，吼、哦。啊！我是硬去，我那第二下，啊！我是金融科科长啦吼。哎、欸，平镇的几队，我跟因爱要去啊呢。哎，我这严真严重，几队是足大个代志。我无你看去，啊，等下去啊遐吼，随时甲我报告吼，到底是安怎呢？啊，都嘛赶快嘛，赶快派下斗争。哦，啊，就是输的迄部分吼，啊，就开始硬吧硬吧，啊，就开始叫一挂人去甲领钱。啊，领钱先造成几队风潮呢吼。我迄天了解了，吼、哦，记者团来甲我问啊，我足侪记者来甲我讲，局长啊，你财政困难要安怎处理啊？啊，这平镇镇农迄个支队的代志，你要安怎处理啊？吼、哦，我讲啊，我真拢无啥只知呢，我拄入来尔，逐项代志我拢还袂处理完，我毋知呢吼。等、哦、吼、哦，我迄个人事部打完成，车十点半遐吼、哦，我十一点遐吼、哦，你才来，我才甲你回答。当我爱伫八点半啊十点半中间，我爱去了解这个状况啊吼，啊所以吼、哦，我着随时甲迄个金融科长吼，诶金融科诶来人保持联络，爱心叫因甲讲状况安怎呢？啊两个人随赶去诶先吼，啊爱心讲，因为嘛是派斗争嘛，啊着甲着讲已经吼、哦、对各所在搬一寡钱来摆倒啥？摆到迄个平镇镇农会面顶安尼，哦，现金啊摆足济就对啦，啊，人要来支队人一看，哦，钱遮济呐，烦恼，免去领出来，啊，所以就怎啊，哦，把迄个风波消灭，但后续的你爱做啊，后续的工课你爱做啊，哎、欸，我怎啊把李处长甲总干事拢找来，吼、哦，连李处长甲总干事皆先袂啊，吼、哦，我找来我讲，恁下一遍啊，搁安尼先哦，那不是恁离开，就是我离开。下一遍，我讲下一遍，咱恁若阁发生即款个代志，恁袂下，恁两个人袂下个时吼，爱先发生自对个代志吼，我讲，若毋是恁离开农会，就是我离开县政府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即真重个呢，我着要甲你免职啦。中央一个，我着要甲你免职。啥物人吼去引发着自对，啥物人去找一寡个亲戚朋友来要来领钱领工康哦？你是中央事，我着甲你免职；你若是理事长，我甲你免职，共款个意思啊。我所以，若毋是恁离开，就是我离开。安尼尔，就怎平静拢无代志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做行政官，爱有一点啊气魄，吼、哦，赌上你的官，迄个什么官位，吼、哦，你这个乌纱帽我卖啊啦，我就是要甲你拼啦。你嘛惊？要是我这局长嘛足有气魄呢，我看你这局长无啥好，局长这职务哪有啥遗憾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安尼先哦，因就怎啊点起啊，都拢平静啊，国贵我足好管呢，吼、哦，十三乡镇市的农会，甲两个议会，我足好管呢，去遐大家拢有风啊，啊这报纸来写，吼、哦，迄个啥，因嘛会传啊，哦，这局长无共款咯，吼、哦，会传啊，啊你重点就是讲，你做行政官时，你卖收红包就解决啦，你若是共收红包。你皮啊去用更掉嘞啦，皮啊更掉嘞啦，吼、哦！唔着我上心了无偌久，就讲议会要开会啊，吼、哦！爱心，迄馆长就讲，啊恁这新来吼，爱去甲每一个这个议员拜好，较袂讲到时吼，甲恁出难题，互恁难堪。我换有影不得去啦吼，啊一个去人拜好，有一个讲，啊你真简单啦，阮吼当时要倒一个餐厅食饭吼，五六个、七八个，你免伊去拜访，你就来到因做伙食，啊，做食饭安尼吼，啊，大家挨杀做一下就好。我就去安尼，去的时候，议长的助理啊，议长的助理尔嘞，讲来局长，吼、哦，我食到一半，我就要走的，我想我就挨杀就好啊，我就有无迄时间遐济底啊，因过来因就第二摊。啊，咱食到一半，咱讲讲差不多好走啊，因为我爱倒来台北。我讲各位，我爱先走安尼。啊，局长所以讲，啊，局长也要先走，一杯甲啉完才走。我讲我不要啉酒，啊，我来桃园不是要啉酒的，
我来桃园是要来为民服务，为咱桃园的乡亲服务，唔是要来饮酒的。吼、哦，啊，就是我会饮酒，我因为这个关节，我嘛不爱饮酒。啊，你也不爱饮酒，用你也不爱饮酒，吼、哦，我要甲议长讲，讲你这人足袂了配合的。我会歹势呢。嘿，对对对，我都配合，意思就真济啊。我讲歹势呢，吼、哦，我绝对歹过你嘛。我头先已经啉酒，安尼啊，安尼好啊，啊，我绝对无可能啉几杯，吼、哦，我真尴尬，真尴尬。而且议员吼、哦，徛起来讲，安尼啦，局长出来啦，卖回难堪啦。我讲局长，这杯我来啉，吼、哦，我来啉。后摆你若伫外口啉一杯以上的济，我就甲你罚，安尼好无？你接受咱我的迄个才华就对啦，一定爱啉一杯啉到完安尼对。讲好，恁看我下摆吼，若是任何场合我有啉到超过一杯以上，我就予恁几个人这议员来罚，一人罚一杯，我拢无要紧。我就讲感谢各位，我就代表代表走。安怎讲呢？你若是伫这个所在吼，你怎个啉了是下一遍你搁啉啦，啉袂煞啦。这人就要甲你管，管到啥物程度？管予你醉迷迷，然后吼查某就放在你身边。甲你翕相，下一面你著更偏，更咧行。这是一个我找拢无写的。另外一个吼，有一个亲戚啊，好坎坷，牵一个议员来，讲啥？局长，我有一个案吼，需要你帮忙。这找我无写。你帮忙什么帮忙呢？讲有一个建案啦，伫这个春日路遮啦，吼、哦，春日路边啦，欠两亿。欠两亿，我刚才贷款拢贷袂好势，建商甲这地主卖下，怎啊停顿掉？已经起一半停顿掉，无多欠两亿，无多做，用你会当甲阮处分一下，甲阮找看有两亿来无？吼、哦，讲我甲你想看卖，吼、哦，因为足侪银行我拢熟悉，我上任了都，伊个银行拢去拜访，定银行拢去拜访，分行拢去拜访。啊，分行新开的拢爱去共剪彩，吼、哦，去共祝贺安尼。啊，所以有熟悉一挂银行界，我讲我甲你问看嘛。迄议员讲啥呢？就你啊，假使若有成的时吼，阮有这个红包吼，两趴先啦，拢讲好啊，400万。我怎啊徛起讲拜托的？我若甲你做有成，迄是我的责任啊，吼、哦。我若真创成，你买几水果买两斤，恁五家买几粒来倒？五粒、六粒、十粒、十二粒，我会当接受。你若讲400万，我袂甲办。歹势，我袂甲办。我毋是来遮要甲你三啊三七的哦。我毋是来遮要甲你摕这400万的。400万在我眼内是300啦。你啊，啊我做客迄亲戚嘛，我爷老弟啊，你是安尼带这个人来啊？事后啦，我伫个议员头前啦，我议员讲拜托，我唔是来呀，来要赚这个钱，我是要来服务。哎、欸，伊想进前迄个局长吼，拢甲人合股啊，干股嘛，人咧创啥，甲差一股，吼、哦、乌也差，白也差，不到尾判五年刑呢。哎、欸，这個、局长无共款咯，吼、哦，无共款咯。啊！这话传出，我第一件代志，我若甲人啉酒啉到来，啉到第二桶啊时，绝对唔好个啦。将来就每一个议员都要甲你灌酒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边也同款，这边400万来讲，哦，好欢喜到要死个，哦，咱人家总共400万是吧？后摆你嘛偏啊叫人更条个，讲这局长会讲你啊，嘿，你钱甲藏落心，伊就甲你做到要死个，啊，你永远就做牛做马。这个国民党的体系底下，真普遍的啦，逐天都在发生啦。在台湾，逐天每一个所在，逐天哦，每一天每一个地方都在发生的事情啊。你看这个政府要哪会袂乱？这人民要哪袂艰苦？对不？啊，那政府官员还是讲议员拢做这工课，台湾的经济、台湾的政治、台湾的社会哪会袂乱呢？哪会好？所以咱责任足重啊，咱责任足重啊。所以首先咱都要有这个观念，咱是为台湾，为所有咱本土人民，为咱的公民，吼、哦，下一代来咧拍拼，吼、哦。对这今仔日咱季博士季教授所讲的这吼，
咱咧谨记在心。所以每一个法令规章，咱去看，伊拢足是漏洞的啦，足是漏洞，啊，拢人治的色彩要足重的啦。所以我讲，中国的这个政治文化是实在是讲，讲希特勒讲的讲，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杂草。西汉甲恁五千年有啥好？五千年你都无达到咱人的脚毛，对不？昨个做一个迄个咱秘书长去演讲，昨个演讲去啊，伊就逐项都落伍啊，啊落，逐项落伍，上歹就是政治文化落伍。你若政治文化是先进的、进步的，这个工属拢工商吼，拢各就各位，拢发挥伊的能力，发挥创造力的心，这个社会自然进步嘛。所以足侪人咧阿国民党吼，我唔知伊咧阿啥潲呢，阿要何讲呢？阿国民党是咧阿要讲，我对国民党有啥物一碗汤、一碗热汤食呢？是啊，我足无稀罕国民党个呢。啊，嘛免阿民进党，你看民进党烂甲恁老三阿，拢共款烂嘛，烂兄烂弟嘛，民进党就是国民党生出来烂兄烂弟嘛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吼，今日咱这场演讲吼，是足精彩，足感谢咱支持所，大家搁个掌声鼓励，感谢，吼。那我就讲到这，因为大家吼无休中无休困，那讲到这为止，谢谢，多谢多谢。起立，立正，今日休困到这个十点吼，咱有甲片车了。